明天呢就是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的投票日，接近1500名选委呢是会用一人一票无记名地投票选出行政长官的。那个投票时间呢是早上9点开始到11点半就结束了。咁因為疫情關係咧，我哋為咗減低人流咧，我哋將呢個成個投票時段咧，就按選委嘅五個界別咧，分咗做五個嘅建議投票時段。咁我哋就呼籲選委咧，就按佢哋嘅建議時段咧嚟到主投票站投票。咁因為疫情關係咧，喺竹篙灣咧就設立咗一個檢疫和隔離的投票站。咁呢個投票時間咧就係短啲嘅，係9點至10點半。咁嗰度投完票咧，嗰啲選票咧都會運翻嚟呢度點算嘅。直至今早10點鐘咧，係有4名選委咧係預約，就係佢會去竹篙灣嘅投票站嗰度投票嘅。